各位观众好啊，多谢嚟到肥坤频道睇我个片。咁啊，而家我个位置咧就喺筷子机口。咁啊，我个正前方咧镜头咧呢度系木厂。木厂啊，好多年历史啊，即系以前系水边滥用用嗰阵时咧，已经系木厂嚟噶啦。啲木咧掉晒落水。咁而家呢一間咧就係衞生中心，筷子機衞生中心。嗱，今日咧我帶你行下呢邊嘅小販區，睇下個人流啊，市民嘅生活民生。白花灰都搬咗嚟呢度啊！有好多人揾唔到白花灰。白花灰啊，早期我应该最出名嘅白花灰。白花灰酱园店。做咗生果铺喺度，
對面就狗場啊，狗場已經建咗業噶啦。嗱，我對住依家咧，盲人庇護工場。以前啲盲人咧就喺度學織藤啊，織藤椅啊，咁咧就交俾啲小販賣嘅，咁啊一技傍身。而家咧盲人都少咗好多啦，而家老嘅老唔喺度啦，走咗啦已經。依家滿地都賣五金啊，收你收買五金嘅咧。以前係喺三角花園嘅，好多年歷史係鐵皮屋，而家搬咗過嚟呢邊，好多年啦。正路咧就馬賽啊！好，我哋下集再见。